惨死贱男好风流，舅父要找公安帮手。柴湾渔湾村弱女怒杀贱男案，40岁疑犯被警方落案控告一项谋杀罪，听日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。白头人送黑头人，周辉嘅爸爸妈妈都因为咁大受打击，病咗。舅父就话一早都听闻周辉喺香港有个不三不四嘅女人噶啦。虽然外界系指周辉大花童好风流，但舅父就怀疑系有人作古仔博同情。咩苛索金钱啊？咩当住个女俾人强奸啊？通通都死无对证，仲话咁残忍杀人，应该判死刑啊！佢话会要求公安局证明周辉身家清白，冇犯罪记录，仲会叫埋母校嘅老师证明周辉嘅为人啊！